当我第一次教兄弟做 AI 蝴蝶美甲，哦，翻车了！今天我们来做这款科技感满满的蝴蝶美甲，先打一个裸粉色的底，刷在后面一半的位置。可以，先用刷刷笔，贴合甲面，往轻轻的往下扫，扫点渐变出来，可以非常好。咋的？接下来我们开始做猫眼的部分，就是把它做出科技感。对，取点猫眼胶，可以多取一点。甲面的三分之二画两条直线，然后再用吸铁石把光吸出来，涂个免洗封层，准备蹭粉了。用这种蓝色偏光用光粉蹭在一半的位置就行了。看到没有，这个科技感就出来了。最后一步，让你用个好简单的方法来画蝴蝶，定一个蝴蝶的中心点，然后画一个三角形出来。三角形，对，然后再把颜色把它填满去，吸出满光后照灯，然后下面的翅膀我们画一个菱形，下面再拉个小尾巴出来，填满猫眼胶，吸出满光，最后再蹭上月光粉，然后再勾个边呗。哎，对，最后用拉丝胶给蝴蝶勾个边，翅膀拉上立体造型，再点两颗小钻石，一起来看看兄弟今天的学习成果吧。